Fair ball.预备。呀，李宝阵啊，应声嚟得魅力之城啊，相当之快嘅红太阳亦系唔慢嘅。中间上咗嚟，仲有新力军发住内栏位置，仲有有本钱。咁最后啲跟住就系超级无敌。超级无敌之后咧，跟内栏位置就系掌门嘅，掌门之后就系红辣椒。红辣椒跟住发住内栏位置就系北金烈马，中间就计得精彩。然之后再有少少跟住就系电子麒麟，电子麒麟再之后跟住就喜年精神喺内栏嘅位置，喺佢外边就赤胆福星。喺大尾豪情快胜啊，距离头马咧约莫系十个马位左右噶。好啦，约莫仲有千一米到终点，全面方头魅力之城方出头啊，二个两马先领先啊。红太阳就守住个第二位，第三位两个马位之后，跟住咧就系新力军嘅。新力军之后内栏位置一个马位之后咧就系有本钱喺佢外边咧，见到骑下上嚟咧，仲有嗰啲就喜年精神啊嗰啲马。咁再后少少咧，跟住先至见到计得精彩啊，计得精彩。再之后掌门咧就喺佢前面嘅，喺佢外边仲有呢个超级无敌，超级无敌再后啲咧，跟住咧就系红辣椒，红辣椒跟住入边咧就是、北金烈马。然之後跟住咧就係電子麒麟嘅，喺曬後面一對馬見到就係赤膽福星同埋呢個豪情快勝，佢哋頭馬都超過十個馬位開外噶啦嚇。好啦，差唔多轉咗大半個彎啦，前面放頭車線車速仲係未之成放頭兩幾三馬位先領先啊，所以第二位仲係紅太陽喎，咁第三位依然仲係新力軍啊。然之後跟住上嚟仲有咧就係呢個超級無敵，後面上嚟仲有就掌門帶我啦。而家開始踩油咧，就跟住見到電子麒麟啦，中間上嚟仲有紅辣椒啊嗰啲馬嚟嘅。前面第一隻突咗位咧就見到呢個魅力之城啊，後面電子麒麟三排兩個放緊場，中間上嚟仲有新力軍帶我啦。而家先踩油就見到有赤膽福星啊，中間上嚟仲有紅辣。超嗰啲馬嚟噶，前面電子麒麟第一隻突咗嚟，以兩個馬位置先領先啦。後面中間上嚟見到陳亞芬，中間上嚟仲有計得精彩啊！後面上嚟仲有紅辣椒嗰啲馬，電子麒麟越戰越勇啊！新力軍逐步放上嚟都係追唔到噶啦，電子麒麟跑第一，新力軍跑第二，跑第三，未計得精彩噶。前面步速一扯得快，就對電子麒麟特別有利啦。馬王始終係馬王，一踩油就過曬，後面啲馬都完全係食塵嘅。內欄嘅魅力之城最後幾步都捱唔住啦，中間。红辣椒、新力军都系逐步揽，外面上嚟就见到几多精彩，但系都系难越雷池半步嘅啫。又一次系电子麒麟表演，电子麒麟结果捧走咗主席锦标，跑第二名新力军，跑第三名系计得精彩嘅，好嘢啩！